尼奎摘下篮板球，安妮奎再交给苏伟，不过禁区都是人堆啊，选择撤到三分线外，偷心破网的三分。苏伟这个战术的掩护相当漂亮啊，底线太扎入禁区，球掉了，林苏伟带球快攻，后面已经没人了，轻松的上篮得手。说在第一节。不管是谁来持球跟其他人做搭配的话，两线三线的快攻都很知道说自己该做什么样的事情，而且每一个人都有终结的能力。对，现在看起来新北国王的这个 early offense 要比他们的阵地战要可怕。哇，林书伟来看一下这个单打动作，这是过去比较少见的。没有放进这个球，就两边的把握性就差还蛮多的。对，好了，快攻三分，林书伟命中。